好，各位同学啊，大家上午好。那今天呢，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Lesson Two，流窜钥匙给父母啊。那我们学习到了 Not 部分。那第一个呢是以来，就从过去某时呢到现在这一段时间，什么什么以来，自我出生以来，二零二零年以来，对吧？这加一个时间或加一个事件的时间，到现在这一段时间 period。OK，for example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因此长年以来，很多年以来，父母很少呢离开老屋。一直以来，80后这个词呢，都还有年轻的味道。我们来看到这个完成句子啊，那这个呢，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。你可以自己去完成。那 teacher Abel 呢，就简单的做一些例子啊。到中国以来呢，就一直想念家乡，他们夫妻俩的关系怎么样？他们结婚以来呢？从结婚，就结婚以来，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，对吧？从结婚以来，他们从来。最近这几年空气污染比较严重，什么原因导致空气污染呢？从政府。引进招商，招商引资以来，从什么以来？我喜欢用这样啊，环境呢就得到了，环境就被破坏了，就渐渐被破坏了啊，环境渐渐破。招商引资呢，就有一些地方政府呢，招商引资就引进那些污染的工厂啊，所以环境呢，当地的环境就会被破坏，要引进一些好的产业吧。OK，那这个是以来，邻呢表示什么？靠近、对着两个意思，靠近、临近。你像这个，我想买一套呢不临街的房子。不靠近街道的房子，因为靠近街道呢，一般就很吵嘛，对吧？临江就靠近江边新修了一条路，晚饭后呢，很多人去那儿什么散步，那临呢还可以什么？做介词啊，临什么前？临近春节。就靠近这个春节的这个时间，表示什么？快到某一行为发生的这个时候了啊。这是我临离开北京的时候买的啊。临走走，哎，临走那天啊，父亲从老家赶过来送我们那我们来完成这个句子，你觉得？这套房子怎么样？太林间了，很吵。太林街了，有点吵。你一个人来中国，你的爸爸妈妈放心吗？不放心。
临走的时候，爸妈都哭了啊，你卧室里新的被子真漂亮啊，哪儿买的？被子啊，中国买的。我临离开中国的时候呢，带回来的。来到中国了，我是 traveler，对吧？要买一些 souvenirs 回去啊，送给你的朋友。送给你的家人，对吧？中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产品，对吧？立刻啊，立刻，马上，立刻作为副词来的 rap 加个 rap 啊，立刻怎么怎么样，表示马上这一个动作呢会接着发生。上了楼，开门的，竟是微笑着的父母。温暖的气息呢，立刻扑面而来。原来父母要我留下串钥匙呢，是为了让我们回来的时候能立刻感受到家的温暖。那两只羊一见到青草，就什么，就立刻去吃草了。哪有心思打架呀？立刻。表示一个动作呢，紧接着发生啊，immediately 的意思。一下课啊，一下课，同学们，立刻，立刻就跑出教室，对吧？去玩了。小时候嘛，对吧？我快被气死了，我快被气死了。你立刻给我离开，你都 get out of here。你能帮我通知他这件事吗？你能帮我通知他这件事吗？好的，我立刻。去告诉他，我立刻去告诉他，课呢，我们讲一课、两课、三课，2:01是2:15，对吧？15分钟等于一课，立刻，表示立马啊，这个时间，大概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啊。OK，我们来看到词语的搭配。动词啊，加宾语啊，我们词语上次也说了，在这个词语的这个搭配方面呢，很重要了。断水，没水了；断电，没电了；断奶，不吃奶了，就 baby 啊，小孩子，婴儿啊。断交呢，是交往交流，我就跟你断交，就跟你不做朋友了啊。断联系就不再联系了。断，晒啊，放在太阳底下晒，晒被子、晒衣服、晒太阳啊。冬天呢很冷啊，晒太阳就很 warm，对吧？定语加中心语啊，形容词或者说名词也可以，动词也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做定语啊。名词可以做定语啊，形容词啊，动词不行啊。强烈的阳光很晒，强烈的感情，强烈的对比啊，compare 还非常明显，obviously。那这个长途旅行很长的 trip 啊，travel。那长途电话、长途汽车啊，壮语啊加中心语，一辈子住在农村。一辈子呢没出过国，坚决反对，坚决什么？
改正，gratify，改正，这个呢是中心语，然后加补语，这个打断了，挣啊，挣钱，挣 charge to get free，挣开挣断，摔断。摔断了腿，哇，这个，怎么这个笔掉下去摔断了？知道吗？断，掰断，数量词哈，一套，一套呢比较常用啊，一套房子，一套家具，一套餐具，一套邮票，一套西服，包括裤子、上身。阵呢是一阵风，一阵雨，一阵歌声，一阵歌声。When I were young, I listened to the radio. 为你左右，唱歌，一阵歌声，一阵香味，很香，哎，好，我们来看到这个词语的辨析啊，悄悄跟偷偷，悄悄都它都是副词啊，悄悄的做什么事情，不让别人发现，对吧？他悄悄的走了出去，他偷偷的走了出去。那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强调，哎，这个悄悄强调什么？声音小，声音听不到，哎。父亲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，什么说话？这个说话呢，别人听不到。那这个呢，偷偷的，他强调行为不愿意被人知道，他谁也没告诉，偷偷的去旅行了。这个强调的不是什么声音很小，不让别人知道的意思啊。饭前呢，姑姑一个人悄悄地走了，啊，偷偷地走了，那走呢？走路有脚步什么？轻轻的走，也表示什么？声音很小。那也可以偷偷的走，他没让别人知道。和别人走的时不在的时候呢，他一个人走了，不告诉别人啊。考试已经开始了，他才什么？悄悄的走进来，不打扰别人，那这个就不能用偷偷的走进来了啊。孩子睡着了。爸爸在妈妈耳边呢，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啊，悄悄说话，不让别人听到，别人都不知道，哎，不让别人知道，他只是偷偷地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了我，哎，强调不让别人知道，这个我们来看到这个，选词填空，这个 explore 套一套三所正。五长途，六打工，work for others，七强烈，八是想象。哎，你觉得我穿这套西服去电视台呢，参加节目怎么样？啊，是一套西服。我不能，哦，想象，imagine，我不能想象他喝醉了会是什么样。国际长途电话是很贵的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般是网上聊天，网上还可以视频 video，又不用花钱，多好，对吧？长途电话很贵，因为同学们什么强烈要求，非常强烈的要求，这个是，强烈第七个啊，强烈要求，我们决定这个周末出去活动，这个房门被反锁了，房门被反锁了，他从什么窗户里跳出来，把腿怎么摔断了啊？暑假的时候呢，我想去旅行2个月，不对，我想去
我想去打2个月工啊，打工啊，Breadworth，打2个月工，打工，挣点儿钱 啊。OK，啊，这个呢是啊，选择正确的答案。他的态度什么？态度坚决啊，态度呢是坚决。比如说这个坚持，我坚持每天学汉语啊。恐怕不会改变主意了，只有一个星期了，春节什么，马上就要到了，啊，马上就要到了，立刻呢表示 immediately，那这个啊，马上就要到了啊更合适，立刻 immediately 就到，no，最近气温太低，河里的水。都被什么冻住了，结冰了啊，freezing 啊！你服务员给了我一个什么呀？温暖的微笑，温暖的可以是什么？哎，这个 temperature，也可以表示什么？这个哎氛围啊，这个人关系啊，很温暖。那暖和呢，就是温度 temperature 表示是这个。范围形容范围少一点，那这个是选择合适的位置啊。虽然他全身呢瘫痪了，但我会照顾他什么？照顾他一辈子。这个呢，作为什么？一个中心语，还有什么？一个补语啊。刚才这样的一个结构，补语啊，中心语跟补语。照顾他一辈子，就是汉语呢，就是这样一些语法的一些结构，很简单的，就是你把状语啊、中心语啊，你把状语啊、定语啊什么都会去掉以后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，可能就是什么，大多都是一些主谓的结构，subject predicate，哎，不得了了，他们俩大吵了一架啊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amazing，不得了了，他病了，老师和同学们呢，立刻，哎，你们爹可以把他送进了医院，花园里什么飘来一阵花香。啊，这里一阵花香。OK，这个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哈。重点的就是复述这篇课文了。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。父母的习惯，他们一辈子什么住在乡村啊？他们对吧？一直以来呢，对吧？都没有出去过啊。这次呢邀请他们到我们新买的房子里面去住，他们坚决不同意。这个新的房子呢是他们打工挣来的钱买的，装修好了，怎么不得了啊？好的不得了，漂亮的不得了，呵呵，这个爸爸妈妈、父母开心高兴的不得了。高兴极了，exemplary，醉了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搬进了新房，买了新房，然后装修也好了，大家呢，整个家庭聚在一起吃一个晚饭，喝点酒是吧？这个父亲高兴极了，就喝醉了，这个强烈我忘了这个语境了哈，有 homework，强烈。好想留他，很晚了嘛。我们呢想留他，明天晚上呢，明天早上再回老家。但是他强烈什么要回去，强烈要求呢要回去，坐了最后一班车回去了。这个我们呢，过完新年，对吧？要出去打工了，临走的时候呢，
临走的时候，哎，我爸爸妈妈过来什么送我们了，我父亲呢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，对我说呢，你留下呢把钥匙啊，你们不在的时候呢，我帮你们呢晒晒被子啊，那出去打工以后呢，因为什么长途电话，坐的是长途汽车去外地打工，想象什么，亮，好，我们回到家，回家的时候，我们想象哈，家里没什么人，没什么人，冷冷清清的，没想到回到家里以后，看到楼上的房子灯啊是亮的，一打开门呢，一股什么饭菜的香气啊扑面而来，母亲呢什么微笑着欢迎我们回家了，我们立刻呀感动的流下了眼泪。好，大家根据这些 his 啊去啊复述里提到这passage 非常重要啊，这个能力非常重要啊。OK 啊，我们来看到expansion，这个呢是亲属的称呼啊。我们上一节课呢也提到一些，那今天呢这个姥姥外公这个是 mother side，外公啊，外婆啊，也叫姥姥啊，然后姑姑啊，姑姑、舅舅都是 mother side，妈妈这一片的兄弟姐妹，或者说爸爸妈妈。老婆呢，哎呀，也是老婆啊，口头也 spoken Chinese，老婆也是 wife，然后也叫书面一点的叫太太，太太，兄弟，交往里面的小气啊，小气，你这个人很小气哦，自己一点都不舍得，对吧？周到，照顾得很周到，thankful、thoughtful 啊，坦率直接，说话坦率直接啊，不绕弯子啊，有同意呢就同意啊，不同意呢就不同意啊，我们来看他这个哈，妈妈说她哥哥，她哥哥，妈妈她哥哥明天会从老家来。啊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什么舅舅啊，舅舅呢？哎呀，这个就舅舅，妈妈这边叫舅舅。那爸爸如果是爸爸那边的哥哥呢，我们说叫伯伯啊。这个呢，就是这个坦率的说，这个坦率的说，坦率的说，这个是一个多音字啊。坦率，那如果是表示什么 late 呀、比例呀，这个叫率啊，概率，对吧？坦率的说，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，我直接的说，就这个意思。你怎么这么什么小气呀、好朋友借点钱都不愿意啊？这次来北京呢，参加会议，你们照顾得非常什么周到。非常感谢啊。OK 啊，我们来看到这个背景分析啊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。那这个话题讨论这里呢，会在1 1 level 上面呢跟大家一起聊这个话题啊。那人们常说啊，父母对这个子女的这个爱呢是什么？无私的啊，selfless，伟大的，great 啊，确实啊，父母呢对孩子的关心和照顾。不只是在孩子小的时候，即使孩子长大了，自己已经变老，父母也会继续呢为子女付出很多。不过呢，爱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每个国家呢，可能情况呢会不一样啊。你像这个，父母呢，如果说是子女他们结婚了啊，生小孩了，因为这个年轻人呢，可能要忙事业啊，工作比较忙啊，就没有时间呢带孩子。那父母退休以后呢，可能还要带一下孩子啊，在中国呢比较多的情况是这样的。那么来看到这个话题讨论啊，你同意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私和伟大的吗？这种说法吗？
你觉得课文中这对父母呢，一开始拒绝接受新房钥匙的原因是什么？哎，homework 啊，你说说，你请你说说，你记得最清楚的父母关心你和爱你的一件事。哎，这个都是在这一篇作文哈，叫最深的爱，最深的爱。讲一讲呢，你对课文中父母的表现有什么看法？那并说说你跟你父亲母亲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的？这个要求不多，大概就是100多个字啊，很简单的。那这个呢，就作为大家的 homework。那这个话题讨论呢，在一对一的课程上呢，我们再聊。那这节课的话，咱们就上到这里，好好的预习，那再见啦，拜拜。